铁甲曲棍是一款通过玩家双方击打碰触不同颜色的球，获取分数，最后通过计算分数得出胜负的娱乐机。充分考验玩家的手脑反应能力，玩的就是剪纸手快、击拳技巧、高手击球，往往使用反弹技巧，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它的外观是小朋友最爱的铁甲人造型设计，绚丽的灯光效果，小型的桌上冰球也能刺激竞技，亲子互动乐趣无穷。 投币，机台自动出球。游戏中机台会不定时放出多颗球，使玩家体验更加刺激的游戏。玩家把冰球打入到对方龙门，获得分数。机台在游戏中会不定时出现绿色五分球，分数落后的玩家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